有一支则是跨局的投球。好，点下去，投手接到之后直接短抛给一垒。他刚那个球还稍微要感觉要露出来了。场比赛。出来，三垒跑者刘基宏可以散步回到本垒攻下分数，追平分回来，而且更好的是林孝成直接上一垒，让棒次继续的轮下去。好啊，都不要下班。对，没关系，我今天已经玩了一整天的棒球了，没关系。好，林孝成的40安打一分打点，把跑者送回来。在我们至少先立于不败之地，是，然后还有机会再跟对方哦，这个说再见。这一球哦，裴瑞之平投高了，那就是因为刚刚他前面那个直插球有把它破坏掉。对，哈哈，罗山说不要，我们这局要下班。对，对啦，可以啦，这局就下班了，我是开玩笑的。哦，孝成跑了，这球挥棒落空，捕手传二垒，safe，盗垒成功。靠着快腿，现在上到了得点圈。对啊，合理啦。那个已经平手的状态哦，我就是用积极的战术，像这样换到得点圈的话，凯威开始用发挥他的这个缠斗跟黏攻哦，后面有机会来补上一支安打，可能就再见哦。对，拿着要仔细选球，这个球右半边，快球，会回来，跑着，会回来。送回来了，在惊涛骇浪中，最后龙队在这一场精彩的比赛当中拿下了胜利。龙队拿下了近期的二连胜，而且让统一吞下了二连败。那这样我们两个球队之间的排名就要互换了。